打的很正常，而且跟菲姐我以往都是非常难打的，可能自己困难准备比较充分，然后有一点客观原因，因为削球确实打5局3胜，可能进入状态没有攻球那么快吧。我觉得菲姐更值得这场的掌声。 哎呀，这球为什么这么大？就属于发点牢骚啊，就属于这样。对，确实是有点着急。对，就是。然后我看到对到第3局其实就是1-1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暂停。对。当时自己做了怎样的准备调整？因为可能自己耐心不太够吧，而且这方面也确实是自己短板，就是还是让自己耐下心来，一板一板的拉，一板一板的打吧。 打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已经就是及格吧，就是挺好的。因为自己也是第1场在澳门的单打比赛，也是对自己比较满意的。我觉得澳门这个场地，首先来说，我觉得，说这是赛场，但我感觉这更像个舞台，对。